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老师。OK， 下面要玩的是神魔之塔，那我们要挑战的是佛剑分说的超级。那这一关的成就是要木属性跟战友神族都是木属性的。好，有没有希腊队啊？找一个希腊的，好像没有哎、欸。哦，有有有。好，我们用这个队伍打打看。好，那个他的成就是队长跟战友都要神，都是神族。然后再一个是成就是队伍中只有水属性的成员，所以这个至少打两次啊。好，希望可以打破。满印藤书降鬼中，满题一面。一荡山河满江红，好，这音这个我不会念。OK OK， 然后我的希腊都没有前解，不前解啊，那个都没有升华，所以打人会蛮痒的。所以这个转珠要装好一点。因为那个打击的人那个伤害其实不太高哎、欸，希腊不知道什么时候要那个逆转，看超低的，不知道低什么。OK， 你看啥？装好。哦，那可以捋一下。前面应该可以直接带过去的、啊，就不用特地存珠。这个。不行，没有没装好。刚刚我留下风化珠，哇，低哦，这攻击力。哇，然后。那个风化珠啊，记得别去消，一消的话会扣你3000滴的血。开个印记。没装好，没关系啊，这个应该会打比较久一点。暗恋水 ，OK。没有消化新珠，带走，带不走。哎呦，好低哦。嗯，有，你们这血种都很害怕，你知道吗？你怕血种不好。好，开一个金字珠好了。欸，印记没办法，没办法。欸，我刚不是有消耗木属性吗？啊！再来，再来，来来来来来来来。对，建筑出对这个技能没办法，无属性直接打没有消，不算那个强化盾的伤害。
OK， 你要快过了。这队如果打精英级，精英级可能要打很久。这一关啊，你看到？哇！好，也是跟你过。有了吧？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过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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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了。这个还算好打，有这一队还我觉得算好打了。算好过了，不算，可是速刷的速度就没那么快了。不过因为我的希腊也是没有升华，升华之后应该差蛮多的啊。哇，我会死了！啊，不会不会，吓死我了。这一关就出击就好了。消除15颗木符石，好，将巴利符石，我逆转了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，有15颗了。印记，开，水甩青，应该不用。好 ，Go。15颗吗？啊，有有有！再来再来再来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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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！有了有了，应该可以冲破吧？太好了！太爽了，今天是会连打，没有卡，给我一个球球！嗯，成功了。那不是一夜树和傲笑红尘吗？他们也绕到异世界了，我们快过去与他们会合。哦，打了8分半。好，这个也是稳过的。不过我的我的木龙也没有开到技能，所以应该不是新猪了。OK， 好，还有一个水神咒。好，水神咒我就不放了。OK， 好，这一集到这边结束了。喜欢频道欢迎到影片左下方图片按个订阅，也欢迎到左下角的红色小公关按下订阅，也欢迎到粉丝按个赞，以及追踪最新消息。谢谢大家这集的收看，谢谢，拜拜。